哎呦我操，白板穿刺十五段，这是什么英雄好汉呢哥哥？627奈米，哦，627奈米双加的千伤宝珠啊，这把宝珠的上一手价格是20万，这把宝珠我是一直有关注的，这把武器有点牛逼啊，命中超高，伤害超高，女大堂和狮驼岭都能用，穿刺 0.89 的腰带，穿刺 1.15 的鞋子啊，立体双加的衣服，野兽的项链，灵饰呢是三伤一速，戒指呢是双伤一速啊，也是一个超级跑车了啊，存任务号，我操，老板是五开啊，我日，老板是五开，天使猪猪青花瓷，当队长，九尾冰壶青花瓷加成员，我操，这是个五开，我看这搭配啊，无底洞化生寺神木林武装，这五开这也太全男号啊，咱们那用须弥展示一把，操，无底洞秒1300，好垃圾，狮驼岭的伤害是3150，狮驼岭的输出还是啊很酸爽的，化生寺大秒和龙宫差不多啊，然后接下来是敏须弥，须弥武装冠干嘛了啊，武装冠是个力的飘秒，你这五开搭配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啊，带着一只超新神羊能为主人增加愤怒，他这是能杀高端任务，杀龟墟和天地会比较爽，杀常规的任务啊，对，这个也能打帮战，兄弟们，这套阵容和四狮驼岭一化生寺哪个强？这个碑王阿阳的话，预计在2023年弄一个四狮驼啊一化生的组合，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刀一甩，纵横四海啊！四狮驼一化生，一力破万法，四个。想跟我打先扛过我一轮飞机。